三连盲女，哎呀，好远，我这估计是往小木屋那边跑的。这脚印肯定是盲女的，跑了。你这云中漫步点满了吧？你这个脚印消失的这么快，那真是见鬼了！脚印点满了，痛快！等会儿我回个消息。这都变尸啊！不过还好。前锋不摸好吗？摸好了，我刚才没看。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又这一次又要救下来。我计时还有30秒。还有怀表，这边丢2台。等呗，他敢撞我吗？你这真的是把命丢了也要把记这个点呢，真狠！平局走了，这把只能平了。这传送不能用了，我还得拖时间。戒指没娃娃，而且我这个巫人为什么一闪一闪一闪呢？
这个人没治愈，结实不好修得动。还有娃娃。过来 VIP 去。估计是结石就。我还有一手传送，结石这个时候开不动门。我找找结石。娃娃开的，这附近肯定有个娃娃，这里有血迹，这个是前锋。开又开不动，这你要开得动，我把头吃了。时间刚刚好。其实我没半人，我感觉没半人还好打一点嘞。这怎么赢啊？那机械师加先知。哎，这开局运气倒不错。我知道你娃娃在哪，只要那边刷椅子，他娃娃就必死。跑！蹭个三层，然后三级插刀，爽！他只要跟走桥这边。
疯狗插刀。真的说说句实话，不般人还好打一点。这戒指加先知可能是运气好吧，可能这运气好，开局碰到戒指了。然后这边还是三连电击，我完全可以换个时长，我接着手。拿投书。别问我搬什么了，我也想搬人。我搬蜘蛛了，我搬杰克了。难救了，先知吐一下死，吐一下来一刀带走佣兵，哦不对，那个演员就直接死了，不用管他。希望不会卡吧。这前锋这么高，我真的是醉了。不是很懂前锋都在搞个什么劲。这都没打着吗？
估计他也不敢来，因为我没加技能，肯定默认就是金身了。但金身最好不要换，因为他有球，他没交。能拦住机械师是最好的，估计是这个方向。拦不住告死，没了。你救啊！你松手干嘛呀？不是很懂黑人问号。要好了，可以灭救这娃娃贴门了，应该一号机那修的是真的快呀、啊、你刚刚前方都已经贴好了，都动都不动一样。地窖了，是跳地窖了。要不是刚才没人受伤，黑妹只是0.5的伤害，不然他们办不了人，我就很爽。我带个叉眼还带个风窗，难不成怕你不成？真的是尽情玩大房，我带个风窗带个叉眼尽情玩。这个我就不爽了。爽，去交叉刀，喜欢搞事情，皮痒。不亏，这个人只要倒了就好打。
不喜欢搞事情吗？搞事情，那你第一个飞啊！他演员这么远的吗？又重新修，全都重新修。演员在大房，结实修的慢。这边要么抓先知，要么抓磁铁，反正不抓跳墙，没有张狂跟跳墙打难打。跑的是谁啊？先知，那就直接追吧。让他把加速用了。不打了，他这边有一层丝，有减速，他到窗户那鸟就消失了，我还要卡你的位。Hehehe
这就直接跳啊，毫不犹豫的跳了。你跳哪去了？你跳。亏了呀，我慢了一步，这波金砖白给了。搞事情，哎呀，又白给了。好，不杀了，这把杀前攻。这闪现，真优秀啊！一个闪现炸了，我的天！三跑了，崩就崩在金砖开晚了，挡视野，蜘蛛矮，没看见他过来。现在金身一开，直接挂 VIP 完事儿。他们这把必输，开晚了，那玩意儿太大了。磁铁先知在那漂移呢，里面是黑妹，先知在废墟。
这还跳出节奏出来了你。剩个三乘四，等会儿插刀有用。怎么空刀了呀？我也是醉了。哎呦，问题大，距离太近了。无所谓，把它挂到黑面的手电机。还来救呢？这踩那个腿怎么救人？下一个医院里面的人救，死者救。黑妹在上面，不是打酒。闪现前期小屋，不敢前锋啊，板子后面勾着。你现在看谁都像前锋。还好，先知。这先知好像带了个怀表，他下板速度很快。
哎呦，上车没了！哇靠，又空刀，闪现也空了，没了呀！哎，我也是服了。老是当前不可使用该道具，贼烦。现在蜘蛛搞得跟调香师一样。别让我看到仙子的修炼机，我的职业传送。别守着了，拖时间。两个人没治愈。想补机子。
你真就待在上面不下来了。明明这都已经白色的了，都不让，还给你来一个不可使用，真的烦。亮了，估计就磁碟或者黑莓了吧。哎，这波鸟把我闪现搞炸了！吐到了不亏。屁股后面有人。贪得很。前锋在这里。亏。
这波让那狗活了。硬是拖活的。门还没开。这里还有一个人呢，在这躲着。他跑了。我把石头用掉了，不然能包一下。他蹲地窖了。我就拖一个丝。